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嗨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胡子老弟大神呢，在这儿我们今天呢是准备要收拾上这个去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装备和摄影器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塔莫腹地我们再见。仙仙你就不去了啊？好吧，这是一个充气枕头、睡袋、防潮垫，然后全部装到这个袋子里面就可以了。帐篷无所谓，帐篷有一靠，帐篷有，这样这最后无所谓。哦，但是那个帐篷好像是被风吹变形了，不知道能持多久。为了我们的安全。喂，这么大？我们现在就在这收拾东西，这个东西用起来。就是不好找，很多小东西太琐碎，就是我们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出游了，很多东西都堆在柜子里面，没有找到马丹。你这都有一个呀？有两个，三个，一共三个。为什么看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去塔莫呢，大家如果说是。也想去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啊，然后自己的车辆千万不要进去，如果是你是越野爱好者的话不妨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记得要组队尝试。我来了。Are you sure? 说的是对。你在家吗？待着吗？拜拜。好的，拜拜。拜拜。